早收摊儿，朋友们，早收摊儿40分钟，这都8:30了，还没在这儿呢。这瓜1.5一斤，咱昨天买是1.9吧？1.5，今天买贵了，真便宜。还甜还得便，还得脆啊！那超市卖1.9，我这便宜，便宜，我这比他还便宜，这太便宜了。哎，有香味儿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新年的生活，大家伙可以叫我小龙啊，朋友们。锅炉厂大早市啊，今天来到啊，咱7:50就卖完了，净手了，收摊了啊。现在8:30，这边还没开事呢啊！苹果3块钱一斤，买了15块钱苹果，朋友们。这边早市啊，客流量多，可以说是万人大早市啊。物价便宜啊，菜水果都便宜，我觉得比其他早市都便宜。看这姑娘，2斤13块钱，蓝莓10块钱一斤，啊。咱那天在阿城，我上清真早市溜达一圈，姑娘卖15块钱一斤，这瓶2斤13。小葱2块钱一斤，小葱还行。昨天咱买大葱是多少钱？大葱是我估计是去年囤的货，啊，那超市买的4.9一斤。看这猪肉多少钱一斤？这猪肉多少钱一斤呢？10块钱一斤的五花肉啊？是便宜哈，看这苞米，这当地苞米下来了。当地的苞米，多少钱一个呀？一块钱，一块钱一穗。这家不少卖呀，这苞米。这苞米太震撼了，朋友们啊！1块钱一个。牛腩肉，多少钱一斤呢，兄弟？18了。哎呦，这太便宜了。5块钱牛腩18块钱一斤，是啥样？是姑娘多钱一斤呢？5块钱了。哎呦我，哎，一斤5块钱了。姑娘5块钱一斤啊，姑娘5块钱一斤，这家伙。黄金钩3元一斤，我发现这边市场卖菜咋这么便宜呢？这啥？这排骨啊？排骨多少钱一斤呢，大哥？13呢？13排骨？卖18的。日本类都是肉。脊骨就是净排呢？这就是净排。卖点16。16。这厢房早市啊，朋友们呢？卖货是便宜啊！我感觉咋啥都比那个南岗道外那边便宜呢？大西瓜1块钱一斤，这家伙真便宜。1块钱一斤，这是卖啥的？这是各种小盆儿。3块钱一个，你们要的啊，小子，来3块钱一个啊。往这边溜达溜达。那卖啥的？这是卖鱼的，卖鱼的。这最后收摊了，这是。15块钱两条，对呀，真便宜。走这些早市，朋友们，哈尔滨啊！我今天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个锅炉厂这个早市，朋友们，卖啥都便宜啊！尤其是菜跟那个水果，西瓜、瓜啊，还有咱要吃这个大苹果，3块钱一斤，超市卖5块啊。黄金包，我想买点儿，但是家里面还不少呢。上次回家，在家拿的。这夏天，朋友们，你说这生鲜超市，朋友们得咋干？租门市的，一年10万8万方位，甚至一年几十万方位的。你说这早市卖菜这么便宜，他们怎么干的？你说？啊，我真是为他们感到担忧，真是。竞争太激烈了。昨天在超市买的瓜1.9吧，就感觉挺便宜，啊。而且超市呢，买货得非常被动啊，
主动权在人家手，人家不让你挑，挨盘拿你就得挨盘拿。你在早市这香瓜1.5块一斤，随便挑，随便扒了。干啥都不好干呢，干实体店，就这超市，生鲜超市，老百姓天天吃的，天天用的，这生鲜超市都不好干啊。吃完苹果咱去，直接去店啊，今天不回家了，直接去店做饼去。这苹果真甜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